场的选手来自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姜志敖。本赛季的短节目选曲《寂静之声》。Hello, darkness, my old friend. I'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.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. 偷录三周接偷录三周。勾手三周。跳进的厌世准。非常漂亮。换组的联合旋转。来到接续部。换足的蹲转结束。非常不错，来自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的姜志敖。姜志敖在北京站当中是获得第八名，当时他在短节目当中出现了失误，自己也比较懊恼，但是今天他把所有的自己都发挥了出来。Talk with you again. And the vision. 开场的偷录三周接，偷录三周起跳非常坚决。单跳的勾手三周，罗宾很流畅。厌世转，转甜甜圈转。向前的难度。后半段的阿克塞尔两周。姜志豪是一位比较全面的选手，各项技术都没有太大的漏洞。
技术分32.17，节目内容分31.31，短节目的分63.48。